Hello， 大家好，又到 Lily 睇樓時段啦。今日想同大家推介一間位處站上蓋，可以睇到開陽市園景之餘，仲要係極具私隱嘅優質三房露台租賣盤單位。記住登入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Chum 沈厚利，撳訂閱 Subscribe， 然後撳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每一集精彩嘅內容啦。要同大家推介呢间能够提供五分钟生活圈嘅优质三房露台租卖盘单位咧，佢位于柯士甸站上盖二期物业 Grand Austin 嘅5A 座中层 A 室，实用面积928平方尺。佢三房套连埋工人房嘅间隔，成间屋咧都系睇到开阳嘅市景，非常之舒服。而呢个单位咧，亦都系极具私隐，绝对系投资自用两家如嘅优质笋盘嚟啊！事不宜迟，同我入嚟一齐睇下呢间优质嘅三房露台租卖盘单位啦！今日要同大家推介呢间市景三房租卖盘单位咧，一层系有四房，附设有两个升降机噶，而佢自成一个喺个边边位度，私隐度非常之高，再加上有呢个咧宽敞嘅玄关位，有邻居经过都唔会一眼睇晒你屋里面嘅情况，非常之唔错。我哋睇睇呢个直身嘅客厅啦，大概咧都超过成242平方尺，宽度分别11尺，深度系22尺。喺呢个露台望出去，由左至右，你会见到佐治五世公园。同埋开阳嘅城市景，整体咧喺呢度啊，亦都系非常之好风，好舒服。望翻落去，亦都可以睇翻屋苑里面嘅绿化区，整体景观咧都系好有层次噶。再者，我哋望翻入嚟个厅啊，楼底高度系有9.6尺，采光度非常唔错噶。而成个厅亦都系方正好用，放嘢完全唔需要伤脑筋噶。同你哋睇睇睡房区啊，近厅呢间房啊。大概咧系58平方尺，同样都系非常之方正，全间屋都系厅房同向，睇到嘅景观咧都系同样有层次同埋开扬嘅。而呢间房咧亦都系好阔落，门口摆位放正一边，另一边墙身可以做一个高身嘅衣柜或者收纳柜位、书台啊，甚至咧梳妆台都冇问题。隔篱呢间房咧稍为大啲，大概咧系61平方尺，足够你放张双人床之余咧，仲可以做埋书柜啦、书台啦，同埋收纳柜咧，都绝对冇问题嘅。同样呢间房嘅门口摆位咧非常之唔错，啱啱喺正一边，另外嘅墙身咧可以做一个高身嘅收纳柜，做到上顶。再嚟同你哋睇睇主人套房啊，未计浴室位咧都超过130平方尺，窗台位亦都可以完全用尽。放咗张双人床，仲有极充裕嘅空间俾你放埋床头柜啦、衣柜啦、收纳柜，甚至梳妆台咧都绝对冇问题。而门口后面咧亦都有一个啊三角形嘅收纳位，等我带你哋睇睇。呢度咧都接近成30平方尺，可以咧容纳到一啲杂物啦，或者咧一啲过季嘅衣物啊，甚至放一个咧收纳柜都绝对冇问题噶。再嚟带你哋睇睇浴室嘅位置啊！呢度咧保养非常之新净，有窗之余咧，旁边仲有埋电视仔，有埋浴缸俾你添。呢个云石颜色配衬咧，感觉非常之高贵同埋大气噶。走廊旁边亦都有多一个客厕嘅位置，同样都系有窗啦。保留翻发展商原有嘅装修间隔之余咧，亦都系有浴缸嘅。而走廊旁边咧，亦都有多一个工人房同埋储物房嘅位置。大概接近28平方尺，重要咧都系有窗，而且咧方正好用，所以呢间屋基本上住6至8口都非常之充裕噶。出翻嚟，我哋由另一个角度睇翻呢个客饭厅分布啊，你可以睇到咧系非常之光猛啦，多窗通风，同埋系好开扬嘅。再嚟带你哋睇埋咧厨房嘅位置啦，附设咗 L 型嘅工作台位。出面仲有埋个露台仔，煮下饭咧，未有灵感嘅时候，亦都可以出去吹下风，谂下计。再唔系咧，喺度亦都可以晒下衫，或者咧晒下海味，都系几唔错嘅选择嚟噶。厨房设备咧，附设咗升级嘅家电，好似德国著名品牌 Miele 嘅抽油烟机、明火煮食、焗炉、蒸炉、微波炉、雪柜，同埋仲有埋电视仔，都系一应俱全嘅添。所以呢间屋咧，基本上啊，真系攞包包入嚟就住得噶啦。呢一种保养新净，仲要间隔市净嘅优质三房露台租卖盘单位，市场放盘相信好快就会一闪即逝噶啦。最难得就系有楼睇，有兴趣嘅话，欢迎随时联络我 Lily 约睇啦。唔好又话等通关先打俾我啦。多谢你哋嘅支持，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